来看下面一位进场的队员，来自巴西，这是巴西选手斯蒂芬。在昨天的双人比赛当中，巴西的那对搭档用了中国的太极作为自己的表现主题。确实现在中国的文化越来越被世界所接受，包括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当中，也常常会有花样游泳队伍选择中国文化作为题材来表现。巴西选手斯蒂芬1990年出生的一名队员，从成套动作的表现来看，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到比较完整而且是流畅的来做这样的一套动作，在一些难度动作上也可以做到清晰和有一定的高度。比较遗憾的是在下肢的一些表现力上还是有一些欠缺，动作显得有一些僵硬，这也说明呢这个队员的一些技术细节还不够细腻，欠缺雕琢。在向裁判员和观众讲述故事的时候，虽然有一些自信，但是还不够放得开，而且呢，表现得。